我承认我小时候是草莓，出来工作之后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爸爸这样。在台湾，你只要肯做，饿不死啊！因为我不怕苦啊，再苦我还是要做啊。我不知道，有的人不晓得自己要干什么，他们可能一样有那个专长，可是他们不晓得庸庸碌碌或许是为谁。 身上又刺青，然后又把自己搞成这样子，做这些小东西，于是就问号就出来了。那你是什么？